对，你看着我，看着我，然后我会看着你的。我说是啊，谁会跟自己过不去呢？好了，你说，我们俩坐着，你说。今天晚上俺坐楼。然后嘞？好了，继续我的室友。大问题，今天晚上我坐楼，庆祝我哥重回上海滩。要给宇宙哥说吗？第一，祝我哥重回上海滩。第二，祝他东山再起，要来红尘梦。第三，我祝。我看见了啊！啊啊啊！不说了，来来来来，干杯！干杯吧！干杯！嗯嗯，喝下去吧。然后这一场就没有了。啊，小苏，这人小明你也见过啊？这人小明你也见过，真香，最损的那一句。然后要握手。当然见过，刘先生可让我印象深刻。当然见过，刘先生，我还要握手吗？我觉得不需要。